狗啊，你们上海的特有十条。9月29日，我们在繁县的半岛湾公园露营，这边还有3个杭州的车友也在这儿露营，都是团车。我感觉现在还是蛮流行这种旅行方式的，这旁边就是一个公园，很漂亮。其实这一路全是美景啊，全是美景。20码怎么跑？限速20。209国道这块竟然下起了大雾，视线非常差。在前往房山的路上，看见了一处非常漂亮的，这地方真的像一幅山水画。哦，这块是湘江河最佳拍摄点，就这块，真的像山水画。下面的水库是。下面有个小水库，碧绿的水。到了实验室。付出的、受伤的、痛痛都是你，自私的、残忍的，似乎只有我。可惜我并不难过，我青春的失落，实在不怕寂寞。好多发卡哇。见的、不见的都失去联络，剩下的、多余的都不要再说。每个拐角一个挥手，看他们走不过七挥手。9回首，这是第9个弯道。这是10回首。这棵树不简单，这玩意儿不可能放在树中间。对不起，不要介意，我没有爱过你，只是爱怀念着你，是一世我。才算是胜利。
这一路全是卖黄酒的。缺了一句再会，我们没